伤害他，不用抓，我们就把手伸在他前面。你们下回过来靠，好，好呀，好，在接力呢，接力哦。厉害哦，好，然后它就会自然爬到你手上，然后也不会伤害到它，好痒哦。对，上去喽，换谁要接力？哇，校长接力哦，来，然后不用，哇，他搬过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放下去，会摔下去哦。对对对，跳蛙式哦，咕咕是自由式。啊，这个，这应该是叫做狗爬式吧？狗爬式，这个不是，这叫逃命式，拼命往前冲。对，你看他身上的那个条纹，那横色横的条纹是很漂亮，好像西瓜，像西瓜哦。为什么像西瓜？西瓜的皮，对，绿皮哈，它有绿色，对不对？嗯，还有黑色。给你了，不要让它摔倒哦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受伤害。但是你注意看那个，好，让它自动的爬过去。哎呦，它上面还会粘哦。对啊，它会粘。你是幼稚园还是小学？小学。等一下，你哪一个学校？哎呦，屁啊！丽人哦，哦，私立丽人，不会啊，让他爬了，对，这只粘性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超粘。哦，那个不一样，那是汉字。你看他这边又认识好朋友了，因为我们住附近，带他来玩，很好，很好。那个又不一样，一般我们好来。来交给婷宇爸爸。但是我已经包得很好了。婷宇爸爸也想要感受一下。我超 Q 的，超痒的，超甜的。哎，欺负老婆，欺负老婆。这个不能拿来吓人。超痒的，我的超痒痒的，我拍